今天来试用体验全立方木汤露，这里是松山捷运站附近的首都饭店。然后我挑选了一大一小床的三人房，有免治马桶，也有浴缸，就是全立方我们的产品。用完之后把心得告诉大家，这样子一个浴缸1000cc， 不是，应该说这一罐是1000cc， 然后要放入100公升的水，我现在在放热水，待会将它倒入。摸摸看水温，哎呦，很烫。可以。我现在将全立方一整罐倒入。烫一下。哦，闻到温泉味了。碳酸氢盐泉，美人汤。好好来感受吧。